大家好啊，欢迎收听呢度有我喺新西兰嘅尔德台阳啦，同埋社长 Raymond。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日18号咧，就系我哋联同埋啊深水埗明哥，即系北河同行咧，就搞咗一个长者啊嘅流水宴。咁啊，今日嘅情况究竟系点样咧？我哋亦都有相片去一齐分享下、倾下、讲下，好嘛？好啊，等我打开我哋靠头影睇睇啦。好啦，一个早上咧已经咧扎行马明哥，咦系咪成龙大哥都系呢个手指功嘅动作啊？耶、yeah, 咁样噶。好似唔系呢个系嘛？都系耶！成龙手指公系指住个鼻哥，好似通常整个手指公系咩啊？指住个鼻嘅呀！嗱，咁啊，见到右手边嗰度咧，已经有人喺度等紧嘅啦，一朝早已经吓。咁我哋下一张，麻烦你。好啊，好。咁呢个就系我哋嗰、那个呢、這个冬至敬老日啦嘅。冇错啦，嗱，不如读俾大家听啦，怕有啲网友睇唔清楚就。冬至敬老日，嗱咁个名冇乜所谓啦，其实就别问我是谁啊嘛，系嘛？冬至将至，北河饭店咧就安排咗免费餐俾长者。今年由芒向之友赞助，合共600份饭盒及小礼物。嗱，小礼物嗰度咧就系、是、我哋嘅芒友雪梨啊，咁佢就唔系俾雪梨，系俾橙啊。嗱，咁佢今次咧就真系好犀利啦，包咗600份嚟啦，呢600份系佢送埋过嚟噶吓。咁啊好啦，就喺今日12月18号星期六举行，凡65或以上嘅长者咧，只需要亲临本店，及出示本人有效嘅。出示佢本人有效的证件啦，咁啊就可以获得指定精美饭食及小礼品一份，送完即止，由中午11时开始，好咁啊起跑吓，咁好啦，麻烦下一张台样，好啦，咁我哋嘅 banner 啊，终于咧可以喺。有一个不同的地点出现了，因为今次呢他们的铺仔细细，我们不能够鬼迷那么大张灯在那里，那也都麻烦明哥了，帮手就拉一拉起我的 banner 拍张照，我们都不敢搞住他那么久，贴些什么鬼五马六那些我们都不敢搞的，因为明哥高大威猛很多，如果万一我们见到面的时候，喂你班友吓够够阵，那最重要一起开心一下，好麻烦下一张。啊！我呢位就系琼姐啦，系琼姐系啦，客超姐，琼姐咁啊，好犀利啊！琼姐一早已经嚟咗准备啊！琼姐系紫色衫好靓，系啊，好型啊！阿琼姐佢好似大概好似11点都未到10点半到咁上下咧，已经坐咗喺度等啦，已经吓等埋位帮手啊，好劲啊！佢系帮到由头带到尾嗰只嚟噶，吓好啦，麻烦下一张系。哦，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、嗱，雪梨嘅，但呢个嚟后面呢一箱箱系啦，后面一箱箱嗰啲就系雪梨咧。其实早一日定两日到咧，已经送到嚟啦，好犀利啊吓！讲、一次，咁橙咧就应该系有心人送嚟，好犀利，再埋啲叶喺度，即系证明系新鲜啊吓！新鲜啊，系新鲜靓橙，系好都几大个啊，用我拳头咁大，哇正啊，有肉食啦，终于鸡髀啊吓！好啦，咁啊，相当多鸡髀啦，咁啊，麻烦下张系啦，仲有啲冬菇好靓，啲冬菇炆得好靓，系咪啊？系，好正啊！嗰阵时阿棒哥好似有句说话叫咩？一到新年食冬菇啊嘛，啊，系咩？系啊，哇！呢啲佢嗰套叫无霸道噶，大家上网可以睇下几得意啊！啊，哇，真系唔错，系咯，鸡髀几好，呢啲都系系咪卤水鸡髀啊？睇上嚟似。系咯，似系啦，下次系啦，大鸡髀好，麻烦下张。嗱，咁啊，好多老友记喺度等啦，已经等到入后巷啊。听毛哥见到咁嘅势，应该唔敢嚟喎。唔敢嚟，咪八朵就响入旁。哎，我听我咩 temple 啊？你咪派 temple 啊？哎呀，好啊，派 temple 啦。中你两嘢啊，阿婆。多谢都揾路走啊！啊，多谢 Rita 要。MM 多谢 Maylee 同埋多谢 Winnie Lam， 多谢你哋啊！系，
哦，系啦，头先提起嗰度一到新年食冬菇咧，系阿棒哥咧去拍咗一套叫《无霸道》啊，《无间道》嘅搞笑版就叫《无霸道》咯。阿曾志伟咪讲咩一将功成万骨枯嘅，咁话正所谓一到新年食冬菇，跟住又唔知道讲嘢好搞笑咁之吓。睇过，系啊，上网大家 search 下，记得要《无霸道》。好，咁啊，麻烦下一张啊。好，我等等，系啦，哇，蔡心啊，蔡心啦，系咪蔡心啊？应该冇睇错，因为近来都系蔡心，仲系嗰个价钱比较抵少少，系嘛？所以见到全部啊明哥咧都选择系蔡心啊。我仲记得咧，之前唔知边个粉饼咧喺啲访问嗰度话啦，哇，依家街市啊啲菜好贵啊，净系得蔡心比较平啲啊。我食蔡心啊，食到厌啦！哇，我心谂咁折堕说话都讲得出嘅，食到厌啊！你真系呢啲系百食不厌嘅，百吃不厌嘅喎！呢啲菜系系啊，我都好耐冇食过蔡心啊，真系啊！好，下一张麻烦你。好啦，哇，你啦，开心啊，开餐啦，系啦，咁啊，大家都非常高兴啦。我哋一阵再睇睇，即系有碟餸啦，跟住就再有碗饭啦，咁啊茶水嗰度就自己斟啦吓。今次好像没有大蓝妹的情况出现了，我们好像没有大蓝妹，应该没有好像没有酒牌啊，明哥好像是。大家看到了，除了有大鸡髀，跟着就几只冬菇，有些菜心，还有那个橙，应该在外面拿了一些赠礼品先的。还有了，看到画面的右下角那一份就是雪梨，即系网友出嚟准备嗰一份礼品包啦，有暖个贴啦、牙刷啦，仲有啲口罩喺里面嘅。呢个再一次感谢雪梨先吓，亦都多谢头先即系 Super Chat 嘅 HC Pat Wen Liang 同埋 Diana Fan， 多谢你哋啊！我而家好似学识及实，因为上次咧我冇睇实咧，结果乜都睇唔到，有冇办法？唔好意思啊，因为网友。系挂住讲，挂住睇相，系啊，挂住睇相。哇，只鸡髀好大只喎！咦，猪睇到只鸡髀点解可以？啲大到飞飞鸡啊！你知大家知唔知香港个叫香港飞鸡会噶？有咩？我就知道飞得鸡毛又有飞鸡会，大家知唔知系我哋做咩噶？唔知咩噶？飞鸡会甩尾啊！即系嗰啲揸车嗰个哦，我知啦 ，Sylvia， 系 Sylvia， 系即系 Nissan Sylvia。S 十四应该系甩尾，即系甩尾会啊！其实吓，即系飞鸡佢哋嗌，哇都几大碟碟餸。不过其实咧就系即见到有少少觉得下年希望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好啦，即系可以再多些少餸啦。会唔会其实够唔够咧？会唔会单调一啲咯？我觉得都好似 OK 嗬。我觉得都 OK 啊，系啊，都 OK 啊。其实烧肉下年再做啲啦。我下次我今次投票输咗烧肉啦，但系即系希望下年可以有烧肉啦，成功争取吓。啲第二啲咧争取，不过唔系，啱啱就睇翻即系头先讲中风，头先系咯，好危险，即系好似冇啦，好难取舍，因为佢有个主持饮食控制体重啊，咩俾 Mondicky 见到又闹啊！哦，冇搞错，啱啱先讲完啊，叫嗰个盐分都唔好咁高，系盐分唔好咁高，你又俾老人家食，系咪靠害？你个 Raymond Mon 啊，咁啊咪冇啦，好哇，都唔错啊！咁啊，睇下下年咧，我哋会唔会谂到啲咩整只虾又好啊，或者整啲咩简单啲肉片嗰啲啦，或者可能吓、啊，好麻烦睇下一张，我呢啲就系冇错啦。应该系雪梨嗰堆啊，系啦，嗰个送落嚟都好重啊，吓，好多系，多啊，犀利，犀利，犀利，冇错，系。再一次多谢雪梨先啊，哎，你啦，琼姐，劲啊，哎呀，遮得唔够多添，佢个样攞少少琼姐个样出嚟，我都系戴住副超嘅，你见到佢戴住超睇，认唔到啦。嗱，你喺街边咁样认到琼姐嘅，咁我就我再请你食餐饭，咁认到，唔好意思啊，琼姐争少少。嗱，所以话有黑超姐咧，系有原因噶，即系带住个黑超噶。咁啊，亦都要多谢阿李明啊，多谢你嘅支持啊。好，咁啊，好烧米饼就话烧肉怕老人家难咬啲，咁都系嘅。同埋系盐分高啲嘅烧肉，系盐分。其实我投票输咗都系因为呢个脂肪比较多，同埋盐分比较高嘅原因啫。系
因为你食少食脂肪同埋少食盐咧，可以降低嗰个血压同埋胆固醇嘅，同埋饮食过于油腻咧，就会导致个动脉粥样硬化同埋形成呢个血栓。啊，呢两样嘢咧都系形成中风嘅前因嚟嘅。所以我知道我点解会输啦，讲明嘅。啊，系。下年我哋度一度睇下冇啲咩，喂，问明哥可能会第啲餸啦，我哋谂下，系第啲啦，肉片咯，系啊，多谢肥咪妈，腩肉啊，腩肉好似唔得噶嘛，腩肉都系肥嘅，其实都系肥，其实个问题就系佢就系嗰个脂肪同埋盐咧好紧要，即系你唔可以食太多，老人家系呢个系。啊，我谂到啦，豆腐，卤水豆腐得唔得咧？横掂都卤鸡髀啦，抌啲豆腐落去卤埋一份咯。但会整坏煲卤水嘅，如果你用卤豆腐啊，系啊，会好快会整臭煲，系啊，系啊，我自己有卤嘢，我就知啊，系啊，所以 OK， 睇下有冇办法整，日后再思考，下年啦，啊，我哋一年去思考，我再研究啦。琼姐，琼姐真系好勇猛啊！你睇下，由头带到尾啊，喺里面揿住手机发消号令，跟住出嚟就嗱，有因为有啲长者咧就未必入去食嘅，所以你见到个画面咧，点解有个胶袋喺后面咧，就系咁解啦。哦，有 Sam 吹好啊 ，Sam 吹好提议喎 ，Sam 吹好提议喎，火鸡颈肉喎，即系要揾巫婆出嚟接刀，冇掹精，加料冇掹精吓，即系等于诶周星驰嘅油炸包龙精咁样，老咩老冇掹精咁啊，老冇掹精得唔得噶？火鸡颈可以攞嚟卤水其实。我鸡颈未试过，因为有老鹅颈噶嘛，老鹅颈贵嘢嚟噶嘛，你知唔知啊？即系一条老鹅颈成千银噶嘛，老火鸡颈，火鸡颈好嘢嚟噶吓，哇，犀利啊！嗱，即系要俾个赞琼姐，即系超过七十岁嘅老人家咧，仲可以咁勇猛喺度帮手喺度分呢啲啊！好，咁啊，下一张麻烦你，系啊。亦都要多谢 Gloria Quark 同埋 Ivy， 因为而家学识睇清楚，一定要多谢大家网友。多谢先，系啦。啊，咦，阿琼姐个篮里面有个橙，会唔会又俾人执啊？篮橙啊，篮炒啊，哦，你咪咁篮炒，啊咁都得。哎呀，好惨，你都谂到嘅，好惨啊！上纲上线你班友吓，篮橙派嗱，咁诶，麻烦可以好啦，哇，咁啊，大家都排晒队喺度等紧啦。啊！今次遮得晒啦，学阿琼姐个样子。好，麻烦下一张。系系啦，咁啊，再下一张。好，咁啊，呢度系派啲袋啦，系应该系派橙派袋，派嗰啲同埋饭啊，包有啲就有啲系外卖、啊、外带嘅，咁诶，即系唔方便喺当场食嘅就冇错，带翻食咯，即系凭住张丑就可以食得啦，系啦。咁啊，琼姐唔系收钱啊，佢应该系抹手嘅啫。咁啊，你冇收钱嘅，系啊，诶，唔系收钱，唔系收钱，冇钱收，冇收钱嘅，我哋呢套冇收钱，冇收钱嘅，冇收钱嘅，冇收钱，嗰啲唔系钱嚟嘅。系啦，咁啊，哇，诶，好多长者都系冇染发喎吓。染发咁啊，你见到系咪长者啊？即系染咗发，染咗发之后，后生嘅咁，系啊？点啊？点啊？仲要坐，仲要同我哋争坐呢个关爱座啊？所以一定要真唔敢染发啦！而家其实真系惨啊！吓，哇！即系我后巷排都好多人喺度啊！啊，多人啊，系啊，犀利啊！好，咁啊，再下一张。哦，呢张就好啦。哇，系好多饭盒喎，有啲即系有啲派啲饭盒，有啲就唔方便喺度留低食嘅，就攞走噶啦。佢哋就攞走嘅。嗱，红有条粉红色颈巾嗰个系。工作人员嚟噶，跟住你话，哇，系有冇搞错？戴住 Apple Watch 都嚟攞饭，喂，据闻嗰个只义工嚟噶，都系啊，系好多义工帮我哋手，真系好感谢佢。咁你睇，有两位，有两位义工，依家有人会抽称质疑啊，系啊，帮编辑部搞呢啲嚟敛财嘅啊，咩错误到极，冇敛财，冇得敛，我哋系俾出去，系咯。我啲立咗间铺咧，好似都唔觉有咩选举海报嗰啲喺度噶吓。999有猫用咗，啊五廿岁就嚟争嘢食噶，咩六十五岁啊？要证明咁啊？唔系就所以就系话，所以就系话，点解唔敢染发咯？啊得五十岁就嚟争嘢食啊？咁就大 Q 王又俾人证件睇噶嘛？系啊，好麻烦下一张，下一张啦吓。
潘蝦蝦又下次去加蝦仁炒蛋，咁啊，到時睇下下次點啦，因為有啲我都唔知啊。啊 ，Happy Wonder， 我仲有兩分鐘就斷線喎。應該，我覺得唔係嘅。繼續講住先啦。嗯，我覺得唔係嘅。睇下咯，好。哎，阿明哥，哇，明哥嚟幫手啊！咦，呢位婆婆好似係咪推住架車嚟噶？我推住個車仔啊，係喎，哇，好多嘢啊！哦，路，哇，見到位婆婆都好開心啊，雖然遮住咗個樣。哇，明哥都落埋場幫手啦！哇，咦，你擺脱咗個後巷喎，大家嚇走咗出嚟呢邊拍攞。睇嚟都係。係咪驚個 Temple 哥？Temple 你啦，你快走！我相信真系多人啊，当时600份咯，我哋系啊，所以就而且多婆婆喺度排晒队咧，咁其实咧当地嗰个条街咧都系较为浅窄啦，太多人聚集埋一齐都系啊，唔系咁 OK， 唔系咁即系会变得比较逼咯条街啊，所以都要可能分咗两条线啦，系会分咗两条线啊。国际线嗰啲咁系嘛？国际战线，佢而家走咗对面啦。佢铺头喺呢度啊，北河同行，佢走咗对面。系喎系喎，系嘛？系喎系喎，诶，系以德 Sir 睇到个重点喺边度啊？咦，连双橙都喺埋度。个橙我挤咗对面街，原来系咯嘅。哇，犀利啊！射枪坑单啊！而家我再睇下啦。哦，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、亦都系明哥。冇事啊？边度有事啊？帮手冇事啦，个系统。你冇事啊，冇跳出去嘅，咁啱得巧啫，嗰几日我都话咗系咁啱得巧噶啦，冇断到啊，断咗咩？我睇到，哇，喂，哇，盘满盘满啊，原来咁满人每一箱。Powerself 就话今日咁冻都出嚟帮手，系我见17度，我谂嗱，如果做住嘢咁样嚟到出嚟嘅咧，就个身会暖啲嘅。哎呀！依家写张真系断咗咯，断咗系。哎呀，个鬼准嘅，停咗啊，停咗，真系。咦，原来我个画面都停咗。你画面停咗，紧要啦。阿台有冇停啊？唔系啊，因为佢呢个系同我哋嗰个系统有关系啊，要去投诉下个系统先得。因为我个网络冇事噶，其实成日以为我个网络有事，顶你，原来个网络冇嘢嘅。系个系统啦，系啊，我同个系统有事先，系。睇先啦，哦，有网友讲咗啦，诶，有网友原来 Hillary 就话有两间铺嘅，明哥系睇先啦，诶，杨之华都嚟咗啦，系 GGW， 要多谢福兴义工嘉莉同埋琼姐北河同行义工，哦，咁样啊，终于义工身世之谜就揭开咗啦，吓、啊，感谢，感谢，系啊。系，咦？阿杨之华，你有冇同阿琼姐都食啲嘢先噶？两个咦，做完依家啊，啲走嘅时候咁饿嘅，原来未食嘢啊，两个啊，记住两个都要食嘢啊，唔知有食冇食嘢啊？记住，哎，有冇食到啊？睇有冇嚟到答下先，反应下啦，系啊，系咯，睇先啊。小米饼就话或者考虑预先派筹分两日会唔会好啲？咁我哋希望日后都可以真系叫分两日做啦，吓，我分两日再派。即系派丑嗰啲咧，就要明哥你啊，或者阿杨之华你先就系专家啦。呢度我哋都唔敢讲太多吓、啊，即系嗰个流程啊，定点样咧？我哋又唔喺现场，我哋都唔敢俾太多意见啦吓。咁、啊、我哋希望啦，即系明年咧有机会做两日啦，甚至乎唔同区啊，可以更加多。系啊，我打散啲嚟做，我想就系、是、即系遍地开花啊嘛，呢、這个就系系咪啊？即系我宁愿呢啲嘢遍地开花好过嗰啲乜叉五区公投遍地开花啊嘛，系嘛？哦，佢哋嗰啲咩十几区行街嗰啲啊嘛，系嘛？系啊，嗰啲嘥料啦。十八区康开，十八区开花啊！系啊，又话要处啊，嗰啲系啊，搞搞嘅嘢，最憎嗰啲嘢我。喂，我哋可唔可以第日搞咧？十八区开饭啊！十八区开饭要啊，唔系开花开饭啊！十八区开饭呢几个，即系如果下年开翻关咧，我喺香港坐翻一两个月咁样。做翻一两个月呢啲，即系都好、啊。我哋发动咧，吓、啊、大三派，我哋可以叫得唔得？大三派派饭、啊、派橙、派小礼物，叫咪大三派咯。喂，全部你玩一啲啦，我哋玩翻晒吓，即系做翻一个叫正常翻正能量嘅社会，应该系呢个系真嘅正能量啊，吓唔系假啦。
咁啊，鲜味饼嘅投诉啦，佢话望向虐待老人家，食到咁饱，仲要攞咁重礼物包咁，咁冇办法啦。如果你咁样讲话，你都选择唔攞嘅，系啊，冇虐待，你都选择唔攞噶嘛，系咪？你都自由啊，系啊，同埋诶，你如果个饭太可以打包嘅，你睇下阿明哥都有打包嘅，啊，派饭都有打包嘅。系啊，亦都冇话额外要收咩饭盒一蚊啊，啲都冇讲啲咩，系嘛，都冇呢啲。即系环保处，即系咁讲啦，环保处唔好收征费，咁我哋咪冇嘢咯。即系啲环保处而家又话要收呢样收嗰样噶嘛，啲外带而家有人建议做呢啲嘢噶嘛，唔好收就得啦。唉，嗯，系啦。Wackerpiece 嗰度话赞成遍地开饭，哇！系如果真系你翻到嚟咧。咁多區都揾一間嘅，跟住咧就同一日嚇冬至嘅搞一日係咁樣咧，都幾好玩喎！依係都多謝楊之華啦。咁啊，楊之華好客氣啊，話樹不能同網友一打招呼，唔好咁講啦，好客你太客氣啦。係啦，啊，好似未答我哋食嗰飯未喎？係啊，係啊，冇楊之華咧，根本我哋就根本乜都做唔到嘅，其實基本上係啊。得把口噏咗，我哋到时都系深水埗宝赌棍就话非常好，冬日暖流。咦，深水埗赌棍有冇过嚟睇一睇啊？哎，我系赌棍啊，唔系佢上海啊，深水埗赌棍，深水埗赌棍佢个名系呃人嘅，佢喺上海。咁啊，咪应该叫上海滩赌圣啊啲咁好唔好啲咧？哪里哪里，多谢你嘅支持，哪里多谢啊！S 就话我都想嚟，系米老鼠亦都多谢，亦都多谢米老鼠吓，多谢你哋。系999冇有猫用就话十八区开牌哦，咁啊，我哋谂一谂先，定系可以点样玩法先？哦，咁啊，杨之华就讲话啦，就系明哥请咗佢杨之华同琼姐食咗餐饭嘅啊。哦，咁啊，正啦，因为明哥度咧。其实佢仲有其他嘢食嘅，嗰个菜单都好丰富。诶，仲有，如果有啲网友咧，好似我咁咧，系素食者咧，佢有一栏咧系有素食嘅。我见到有人买佢素食嘅炒饭咧，哇，系非常之大盒，即系打开个盖咧，小心倒泻嘅只嚟噶。哦，咁样啊？系啦，系。睇先啦。亦都多谢 Campin 同埋 Ben Chan 啊，多谢你哋。咦，都几多网友赞成？十九区开饭。唔系嗱，佢哋嗰班友都好中意整嗰啲咩嘅咩五区开饭或者八区开花嗰啲吓，我哋去和你 shop， 我哋和你派嗰啲咁样咧，可唔可以咧？即系佢和你 shop 就周围搞嘅，咁我哋又和你吃饭吓，和你食，和你 eat， 和你 eat， 和你食，和你食啊！唔系大家唔系大家食，大家食，喂和你 shop， 和你食派啊！去 shop 我哋 shop 即系派汤，我哋派汤嗰啲，派汤都得。其实吓、啊，有啲网友诶加埋碗汤会好啲咧。汤又好似难搞少少，会唔会难拎翻？同埋唔系好饱啊嘛。即系我哋谂住即系嗰个钱咧投放于一啲叫做饱肚啲嘅嘢，会唔会好啲咧？吓、啊，和你餐有人话和你食啊，诶和你餐几好，和你餐几好啊。我哋咩？譬如你嗰啲咩压力测试，我哋都可以整下噶嘛。系啊，派饭压力测试，几多错啦？几多家一齐做可以？哇，点啊？正唔正？个极限系几啊？都得极限几多啊？啊，有 Team Go HK 又话望向 lunch 叔系，我哋可以做 lunch 叔。lunch 叔，嗯，诶都得 ，lunch 明哥得唔得？所谓佢自己有北河同行噶咯，佢自己有。我如果咁多区嘅话就，都可能要去组织下先得啊。我得我得我得都得得得，芒向都可以叫 lunch 哥，唱歌个歌，写张到时作翻首歌嚟唱。哇，我唔识啦，搞错，我听我食唔落，一路白攞饭嘅时候听到呢首歌咧，跟住我都系唔食咯，有少少滞，好饱。呢啲 S Y D 和你擦一餐咁样 ，OK 都。Veronica 就美味队长，啊要唔要整埋个食神啊？或者嗰啲嗰个叫做咩咩味神啊？味吉羊一啊，吓味吉羊一吓味神，我几惊好好味啊咁啊！哇，跟住有啲人话哦，望向编辑部，你哋咪想出嗰啲食神嘅心心相印骨头呢啲嚟呃钱咁啊？喂，第时咧即系。
在这个香港可以将这些航线市搞到遍地开花，即每个点在地图上面点连接在一起，一个点字是吧，芒字啊，扔出嚟。个芒字，字你识睇到啩？佢系啲芒字，不过唔系，可能系死字啊，连埋咁啊大 Q 王啊，方向你仲唔死咁样系嘛？啊，有啲人想我哋死啫，系咪？系大班人想我哋死啦。咁啊，我哋暂时啦，就分享到呢度先。咁我哋今年咧冬至咧都算系。起个妈咁啊，做咗两单啦，咁啊一单就福兴啦，帮我哋搞咗一个长者嘅联欢会，咁啊120位，咁啊今次咧，哇，有埋明哥帮手，再加埋杨之华，仲有琼姐，哇，犀利啊，咁啊600位长者，咁啊非常之开心啦，咁就暂时咧，我哋讲到呢一度先啊，嚟紧我哋仲有啲咩嘅善事或者。有啲乜嘢機構啊，或者食店啊，我哋發掘到，或者明哥其實都俾咗一間我哋噶，我哋過去望一望啦。咁當然啦，我哋過唔到啦，亦都唔會話好似咩，我哋意念咩，我哋嘅靈魂係可以自由噶，係啊，唔係楊國橋啊，靈魂係自由噶，但係我哋嘅靈魂係自由，但係我哋過唔到去嗰間鋪噶，我哋都係咧要揾楊之華咧過去幫幫手，過去望一望，同埋嗰個老闆咧傾幾句。咁我哋嚟緊下個月咧，可能會有嗰、那個。食店的公布究竟是怎样的，也可以顺便讲讲香港的社会现况。你说哇，有没有搞错，你们不是香港都讲到的吗？喂，那有一样东西叫做我们有杨之华义工，还有其他不同的网友也可以讲到给我们听。那我们看思考过再了解过情况是怎样的，我们再跟各位谈一谈了解一下，好吗？好，暂时讲到这里先。多谢各位啊！丁就话系未王啊，未王先啱吓，咁啊多谢 Candy 咧，亦都嗱咁好冇问题嘅，即系呢啲好小事啫。亦都多谢啊 Lee Y Van， 哇！你系咪揿错咧？就系 Lee Y Van 太夸张啦，好似啊系阿旭啊，因为佢太太咧，英定啊旭嫂咧，啊好似系啊，即系点解要讲得咁清楚咧？吓，你讲唔好意思啊，即系点解讲得咁清楚咧？你都知噶啦，因为有啲人咧，对于我哋所做嘅嘢啊，哇，系喂，好似攞个唔系放大镜，攞个显微镜咁样嚟睇我哋嘅，跟住又要做一节节目啦，又话咩语言艺术，又话要分析，又定点样噶？唉，冇计啦，咁啊，又费事，因费事俾人又话语言艺术嚟到讲啦，咁我哋尽量做得清晰少少，都系嘅，其实都啱嘅呢一啲。是社會工作嘢咧，都做好佢即係嗰個來龍去脈啊，或者成件事係點樣啊？咁啊話曬啦，都係有各位網友嘅出心出力嘅，係各位嘅支持啦。如果冇各位嘅支持，根本就冇可能成事嘅。係啊，其實今日係各位嘅都有份嘅，所以我哋點解喺節目度一齊咁樣分享一下講翻咧？咁再者啦，再一次多謝翻楊之華。琼姐，仲有我哋嘅网友雪梨，仲有佢嘅老师吓，嗰、那个上一转嘅水果就系啦，雪梨老师啊吓，多谢晒先啊，好，咁我退一退先，因为我仲有其他事情要处理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咁啊，多谢大家嘅支持啦，咁我哋呢啲嘢咧唔会停嘅，唔会就咁做咗，即系冬至就算，唔会嘅，我哋之后都会嘅，我哋其实应该每个月都会做，咁亦都要辛苦杨志华帮我哋手啦吓。辛苦曬啊！咁啊，亦都辛苦所有即係幫過我哋手嘅義工啦。佢真係講句抱歉，其實我係唔識佢哋嘅，即係老老實實。楊之華我都係唔識嘅啊！真係我都見過一次面啫。係啊，我都係。我睇睇先啦，好慚愧啊！係好慚愧啊！我哋見到瓊姐咁勇猛咧，勇者無懼咧，咁樣。冇打手咁样做啦，吓，因为我哋有片嘅，我哋就未整到，所以唔方便播啦。即系琼姐个摸打手整咧，我哋仲喺度嘻哈哈咧，有少少惭愧啊，呢个就唔好意思，系感谢琼姐，感谢琼姐，好，系感谢啊，咁啊，跳翻出嚟先啦，好，好啦。